卸妆完毕的是可比，好，潘姐麻烦你请她进来。我们欢迎可比。哇，时尚感立刻就退了很多哎。你变成很单薄的感觉。嗯，让 S 看一下。有差耶，是不是主要是刘海不见的问题吗？就是皮肤其实什么都还不错，可是刚刚那个 Vivi 女孩的味道真的没了耶。就是现在不再是时尚的人了吗？就是邻居会出来道路，也不是邻家女孩，就是邻居哦。OK， 所以你现在有很后悔吗？不会，因为本来就长这样。OK， 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。卸妆后的可比肤质还是很好，虽然看起来少一点杀伤力，不过却多了亲近感，可以说是天生丽质的网拍者妹。是不是邻居？还是我跟你讲，还是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就是还看画面上还是蛮漂亮的，蛮漂亮，而且认得出是本人。有没有？可是就是还是杀伤度有差。那是啦，是不是？因为如果卸妆后还长成刚刚那个样子，那就吓了。所以阿毛以后有不想要再关注他的资料的那个照片吗？还是会看一下，但是还是会回想到，哎，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哦，看到真面目这样。你是不是突然在一秒钟长大了？就是就发现人是就感觉这样讲好像有点狠，对，是哈，幻灭了吗？你会不会希望他以后都还是尽量带妆？还是会啊。所以你从来没有在网上 po 过你的素颜照？有，我是 po 最多的。所以这个样子其实大家应该算熟悉，对，所以算女生都熟悉。已经素颜了，要怎么摆出可爱的表情？素颜不能再摆可爱表情，就是素颜你还是可以像刚刚那样那么活灵活现吗？快扣分很多，五个就好。果冻你来，五个吗？你摆在他旁边，这样就可以对比了。哎呀！好，准备喽。可爱的哦，蛮可爱的，就是素颜的标准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我必须说我不喜欢你。就他很像是，很像是，就是生活中他忽然发疯了。邻居干嘛一直这样？他看起来状况都还好哎，我觉得年纪变大哎。一定会了，那当然呢。可是他的肤质什么其实都很好哎，但他的唇色很深哎。嗯，啊，这个也要管吗？其实有影响。唇色？对，因为唇色深，他肤色也没有亮，没有白。可是你的肤色也很深哎。不是我开发的，干嘛攻击他？所以你现在最不安的是，我们可以帮你修补哪个部分？我吗？其实我比较在意是眼线。就是有没有神？好，那 Kevin 老师帮你加眼线，好，来去。果冻，你应该知道，照卸妆系列的规矩，就越后面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越精彩吗？所以小兔还在这里。我本来想说，我应该，你绝对是压轴的啊，今天。我想说，我卸妆应该不会差很多。你看完，你刚才看完他之后，你觉得你会比他好吗？我觉得他没什么差别啊。所以你就惨啦。我觉得其实大家都。但是我觉得果子有一点点差，因为我刚刚你先遇到果子啦，对，不是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所以你每次看他没化妆，你心里都会想说，差好多。可是他只差在一个地方，哪里？眼球，其他都还好。他就是靠那个瞳孔变大跟变色。你看，我都会说，我觉得你好像哭泣了，眼神。你真的是果子的朋友吗？我们很好啊，而且他一直假装可爱，讲这些恶毒的话。好，我要把果冻跟小兔都送走 ，OK， 好，两个人去卸妆，待会见，拜拜。我们必须把小兔送走，因为果子要了，不然小兔会太高兴的笑出来。拿出手。好，陈太姐麻烦你。哦，这个比刚才那个睡衣辣。对。这说是 Vivi。可比，你看看这个睡衣。这还是有 Vivi 女孩的味道啊。可比，你看这个睡衣。它不是我的痛调。好，那我先帮你拿一下，先让小 S 看一下哦。好，你们这是什么气氛？我不懂哎。果子跟我对望一眼，然后果子发出啜泣的声音，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因为果子，你真的不是明星，所以你也不用为了要增加曝光度或者是说知名度而卸妆。就说你是 OK 的吗？
所以影响网拍的 case 的。我没工作的时候都是素颜。其实他皮肤状态很好，可是确实是。你每次开始讲人话，就我就知道情况很严重啊。我觉得阿毛不会开心。阿毛，你还经得起第二次打击吗？再看一下啊。果子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你不会哭吧，亲爱的？看看啊。所以你现在是后悔了吗？有一点。好，我们男孩如果很糟糕，我马上帮你补上。额头皮肤很好，额头皮肤很亮。呀，我要拿喽，一二三。果子卸妆之后虽然变了个人，不过我想拿到那爱人的眼睛，眼睛就更加有神，会加分不少。额头皮肤很好。我觉得眼镜有点杀伤，眼镜拿掉，要不要把眼镜拿掉看看？眼镜拿掉会加分还是扣分？等一下我看一下你。来，哇，独享一下，觉得呢？眼镜拿掉加分。对啊。谢谢果子。回来了。我觉得你近看不公平，因为透过我们摄影棚灯光。拍出来的那个样子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哎，果子，所以平常你在网络上是不会放素颜照吧？会啊，只是会戴眼镜。这么素？嗯。但是你为什么要放这个？只是跟朋友的聚会啊，就想说没关系。所以你有就是素了颜之后，可是还是看起来漂亮的表情吗？你们不要那么凝重好不好？这不是惊悚的节目。好了，你只要摆一个是素颜但是可爱的表情。圣诞节那天还要工作吗？聊别。Kevin， 这他比较需要补的是哪里？眼线。好了，那个可米现在看起来。右边感觉就有，他有一个眼睛有眼线了，比较好。呀，我们要帮你补一下的话，你是想要画眼线，还是你想要上粉底？粉底好。你变得好文雅哦，就是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他刚刚比较开心，对不对？对。素颜之后变得很忧伤了。汉鼎还好吗？我 OK 啊，我很好啊。OK， 没事。好 ，Kevin 老师，麻烦你哦，这位，去他那边补一下，谢谢。我们。